您好，欢迎您收看《国宝档案》，我是戴中仁。今天我们节目要为您介绍一位艺术家陈廷诗。有人说他是台湾的米罗，有人说他是台湾的 Picasso， 一点都不为过。之所以介绍他，除了他的艺术成就伟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竟然多数的台湾人不知道谁是陈廷诗。这个是材质所形成的裂纹，它去撞，它可以去撞，可以去撞。全台湾如果有三个最写的诗词最好、最有学问的，曾经是三个之一。然后那个水墨画书法啊，书法那个在外面更是不得了了。我又挖第三层，就是这么大，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幅的一个这个陈廷诗的这个水墨。如果陈廷诗还在世的话，今年应该是106岁了。官方的文件说，陈廷诗是出生在1916年，不过他常常表示呢，他其实是在1912年就出生了。这位出生在百年前的艺术家，他的作品现在看起来都还是领先的，他的观念是超前的。100多年前，陈廷诗出生在中国福建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是满清的秀才，他的外曾祖父更出名，曾经在台湾当过钦差大臣，同时也是两江总督，也就是著名的沈葆桢。这个在官宦世家出生的小孩子，8岁那一年从树上摔了下来，从此他听不到声音，失去了听觉。可能是老天想借由这场意外，让他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艺术创作道路。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是陈廷诗著名的铁刀 Johnny Walker。 这件作品在1998年应邀到了欧洲的法国跟西班牙进行巡回展览。当时呢，另外有其他的作品一块参展，是谁的作品呢？是 Picasso 还有塞萨的作品。因此你可以想象国外多么重视陈廷诗。在1999年，法国人出版了一本20世纪的艺术史，从1900年到1999年，每一年他们筛选了全世界的艺术家，但只有10位。同时其中在1998年的时候，他们筛选出了陈廷诗。严格讲起来只有2个华人，但是其实只有1位华人，另外一个入选的是贝聿铭，但他其实算是美国人。因此在20世纪艺术史上被留下名的唯一的华人就是陈廷诗。下面镜头呢，我们带您一块走进创价学会的至善艺文中心，我们走进陈廷诗的世界。这两件东西是来自国美馆的典藏。对，没错。那它这个名称，这一件是叫做 Johnny Walk。 Johnny Walk 我们知道是苏格兰很出名的这个 whisky 名酒，但是在那个酒标的上面呢，是一个非常绅士的这个英国绅士的那个走路的姿态啊。那我们在讲，就是说他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有一点点要去跟他做一个礼赞，因为他很喜欢酒啊。陈廷诗本人也是喝酒，他喜欢写诗。喜欢艺术，喜欢酒，那他这个其实用那样的一个
方式是回应了，一来是借他的名称，第二呢是把他自己当成一个诗人，做出一个诗人喝了酒，然后在风中匍匐而行的那种感受，那跟他那个跟那个绅士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的力道厉害，就是说他其实用差不多两片三片的这个废铁，然后呢，从我们这样看的话呢，他从这个大的三角形结构，这个一个大的三角形，这个也是三角形，这个、也是三角形，这个、也是三角形。这个镂空的地方也是三角形，这个下面也是三角形，后腿也是三角形，大大小小的三角形，简直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合成奏一样啊。凤是风，那黄是这个火光，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是。就等于象征一个永远这个精神不灭这个艺术精神的一个，等于自己，表白他自己艺术的一个奉献精神。这件是，卖艺人，卖艺人。如果我们仔细看，细心的看，这有 U 型管，有这个炉盖，有这个圆锹，有这个碳油针，有这个吊索，其实每样东西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都基本上都宣判它没有用的废物了，但是他的经历，他自己从一个人家认为他没有听的不能走一个那个官家路线，他找出一条生命出来，他特别对这样的材质特别有感受。像这个就是一个民俗的一个板凳板凳，这两个是木头的这个接锁来的，就是一个板凳，这个板凳的面啊，所以经过它一个处理，那个东西跟我们非常的又熟悉又陌生，陌生是因为它产生了一个新的造型的一个美学的新的感染力，那这个熟悉是有些东西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就非常的息息相关。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的是1、2、3、4、5五个圆形的铲锅，用这个铲锅来跟我们拉近跟饮食的关系，那他用一个四个矩形的这个线落空的，那这样子的话他把那个圆形又可以变成一个人头的造型，所以他把这个饮食跟这个人的关系呢就借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几何造型，我们拉到我们看到这个艺术的这个能量。陈廷师70岁时，他全力投入铁雕的创作，他的材料来自当时正蓬勃发展的高雄拆船厂。第一次来是1991年或者92年，忘掉。第一次来就大丰收了，就差不多载了一卡车，然后他很高兴。然后他传真给我说，他又要来，礼拜六又要来，因为他太丰富了，差不多每个月至少是一次，有时候一两个礼拜就来。然后我就看他很自然的就拍了，可爱。人家说人生70才开始，如果从铁雕作品来看陈廷师的创作，他真的把这句话诠释得非常好，真的是实现。我看这件东西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哈，我觉得这是东方作品，你知道吗？没错。有篆刻跟东方文化的理念才能出现的作品啊。那何以陈廷师的这个充满的东方心灵的，也在东方长大的这个人，他会有出现这么样的又有强烈的西方工业风的这种作品，是怎么来的呢？当然他自己是说他看过Picasso 在当年超现实时候啊，就把一个脚踏车的椅垫，跟他那个手把，就做成一个牛头，就给他很多的启发。钢铁是冰冷的，但是您可从陈廷师的创作感受他有极强的生命力。对于这个人，我真是觉得很敬仰呀。
讲的这个人的灵魂呐、啊，他这个人真是刚啊，很刚。你想这个金属这铁这种东西，啊，我能够不碰就不碰，但那样重，我真负担不了那样重。这个人真是很刚啊。他这个人很好玩，就是如果他展览很棒，嗯，他卖了作品，他就会找朋友一起来啊、吃一吃，然后谈一谈，他这个又往前。我们会怕他生活上不够用啊，嗯，他就说这个算命先生告诉他，他可以活到100多岁，啊，如果他把这个钱守着的话，会夭折他的生命。他酒量好还是你酒量好？他酒量好，他酒量好，周公的酒量更好。哦，是啊，对对，周梦蝶先生。对啊，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跟他就是跟陈廷生先生相处的时候，有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寂寞的人吗？他在台北啊，那个住在他姑妈的那个楼上，那很小，那个简直要印后面那些版画是很不可能。他常常都是一餐每一餐的，他稍微可以过就是跟这些诗人朋友一起，然后他走的选择的一个方向，像刚刚说的，他那么成名了回来台湾也对他也没有什么样的反应，人家那么看重，选了他当一个欧洲的代表性的艺术史的一位人，我们也不觉得他怎么样，他还要释怀的，一定会有一些心里面的寂寞。很少艺术家能够像陈廷师如此不断的突破创新，运用不同的媒材。每一次陈廷师他的创新改变的时候呢，也正好跟台湾的经济转型能够契合。拆船业发达，正好让他有原料能够进行铁雕。还有一个早年呢，台湾的甘蔗板大量的生产，让他的版画得以独一无二。三个板呢？照理讲，这个难度就是它这个看起来还会有动的动丝的感觉啊。那另外呢，就是用裂纹，这个裂纹呢是只有甘蔗板可以。你讲是这个裂纹，这个裂纹，这些裂纹，这个裂纹啊，那这个是材质所形成的裂纹，它去撞，它可以去撞，可以去撞。如果以传统的那个木板的话呢，你是，以前的木板木刻板画都是用雕刀，雕刀的话呢就只有线条，只有线条的表现。那这个他的突破就在1960年开始，61年的时候，他第三届的他们那个现代版画会，他就开始转用这个甘蔗板。那甘蔗板使他开始思考，就只能用面来表现。所以从使用甘蔗板以后，我们就看到他从雕刻刀的线，也就是他传统的这个篆刻的线，转换到用面来表现。所以面就适合大的一个构思，这个空间上的安排，不适合去做细部的一个描写。啊，楚哥就说这些裂开的这个，好像我们听到很大的撞击。嗯哼，他要那样子的爆开、裂开的宇宙的这种声音。在他们那个时期，很多艺术家还忙于生活上的琐事，还在那边画传统的主题。他已经拉到一个人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啊。那这个问题很有趣，他也有一在这个版画的系列里面有一个咒语页，他就花了30年的时间，从第从第从对这这来看对。这个是100，最后差不多，它到102啊。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白天这个太阳出来，晚上下去，这个是一个很没有什么的，就因为每天都看它嘛，很平常稀松的事情。但是他用了30年的很专注、很执勤的去思考。去想要表达他。他咒语页前后做了多少不同的？就是在我们基金会有，就是他的草稿的登记，就是102个版本。
持续的30年时间。你可以感觉出来吗？因为他坚持手作嘛，他的版画，版画哪里有那么容易用机器这样一滚就过去了？他不是，而且那个手作哦有一定的厚度，所以为什么陈廷师的版画不能裱卷的？他很多卷轴以后拉开来就断掉了。你知道我从进来开始看这个展览第一次的时候，我看到那个 Johnny Walker 的时候，我就哇！我走进来看到版画，哇！来镜头看看，我又哇！第三层就是这么大，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幅的一个这个陈廷师的这个水墨，这整个有多大的展？哦，这个可能超过超过有700多吧。好，700多，1234567891010品啊，所以他。从1976年旅美回来以后，大量的把它过去，他其实他的水墨传统水墨画得很好，但是他就开始，用新的方式把这些边、把这些彩都把它打掉。我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陈廷师是一个十项全能的艺术家，我的说法有没错没错，那个名画家刘国松特别这样赞誉他哦。他也有写诗的习惯，他就会去找这个字，而且他，我们觉得写诗很容易，但是你想想看，他8岁以前知道这些声音，8岁以后就听不到这些声音，他这些平平仄仄，他要每一次要写这个字，他是要追回到他8岁以前的声音，那个记忆要回到那个是很不容易的。有人说。全台湾如果有3个最写的诗词最好、最有学问的，陈廷师是3个之一。你说他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亚克力？大概1986，就是做完了一批水墨创作以后，他开始做，媒材改变，那个思考的东西也会要不同啊。那他。这个在亚克力我们看到它对那个形状跟背景的一个探讨会比这个水墨来的多，就是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为您所制作的专辑是最懂得寂寞的艺术家陈廷师，待会呢我们的镜头将带您到台中太平去探访陈廷师的故居，同时更深入的去了解陈廷师。别走开，我马上回来。生在唐朝，你的字儿就是柳公权。哦，原来你是拜石头的迷点啊，听师二公，你永远永远不会死。刚才您所看到的是民国92年的4月，纪念陈廷师逝世1周年时，那么大家齐聚一堂，同时呢，把陈廷师的故居依照他的遗愿变成陈廷师纪念馆。
一直到了我们去采访的民国107年的3月，其实呢，这个故居这个纪念馆呢，并没有对外开放，原因是因为基金会没钱、没人、没法管理、没法营运。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当地的邻居不认为陈廷师有什么重要性，他们不让大众进去，以免妨碍到社区的安宁。陈廷师有大批的铁雕作品，他的朋友基金会的同仁把他保留在了故居里面。有一天，有一位收破铜烂铁的哥们经过了那边，他一眼看到了里面有很多铁雕的东西。这哥们呢，去跟他的邻居打探，说这些东西要卖吗？你说这个收破铜烂铁的人眼光好不好呢？我们一块走进陈廷师的故居。民国70年，他为了省钱，也为了有更大的创作空间，陈廷师搬到了台中的太平居住。所以他到了快80岁，终于在台湾置产。Yes， 买而且买了2栋。对，所以他后来的他的作品，其实那个时候也应该很值钱的吧，在市场上。没有，没有，那时候还好玩。他要请银行的贷款。结果银行说不给他贷款，因为他太老了。然后我们就跟他写说，哎，您是台湾的艺术界的国宝，银行怎么会不给你钱？他说国宝没有用啊，他们还不太认识我。所以他这个地方都是由他的朋友哈，当时下来帮他担保。现在所留下来包括铁雕，他有多少件作品？大概有，因为有一部分在外面，大概应该有900多件左右。我刚才邻居欧巴桑跟我讲一件事很有趣，他说曾经有那个收破铜烂铁的经过这个地方，说要把它当作破铜烂铁收走。没错，你有听说过这个事吗？有。对，因为最后这边它的材料是材料没有装起来的。最后因为有关单位希望说把这里整理一下，而且因为有关单位跟我们说作品是属于基金会的，这个东西不属于基金会的。是哦。对，结果这一堆东西拍卖了7000块。7000块？对，真的就把它当破铜烂铁卖掉了。真的，那是将近已经15、16年前的事情了。所以他在这边前后住了，你说大概有5、6年时间？5、6年，哎，5、6年，一个人住这边？一个人住这里，一个人住这里。他有跟你说过他觉得很寂寞吗？他没有跟我说他很寂寞，但是心理上感觉他会有一些嘛。怎么说？我有一次我本来不知道我跟他的那个关系，我本来以为说我只是他的一个代理人。然后他有一次突然传真给我，他说你要把我气死是吧？那么久都没有来看我。这个感觉就像一个老爸跟儿子讲话的那个那个传真就对了。对，那个我才发觉到，我才警觉到说啊，老师他心里有某种程度的寂寞。所以这个屋子那么大，他每天就一个人在这儿。对，不过也不寂寞，他不是每天一直在这儿。因为很多朋友来。他又喜欢吃东西。是吗？他你知道他80岁还喜欢吃，还吃牛排哎，牛小排，厉害了。臭豆腐，厉害了。麻辣臭豆腐，好吃。他自己在那边煮吗？没有没有没有，都是朋友带他出去外面吃。然后真的，我带他去吃牛排的时候，旁边一个妹妹问我说，爷爷咬得动吗？他就咬得动，哇，他就喜欢吃牛排。他是一个体力过人的人。还有他喜欢喝黑咖啡。他喜欢喝咖啡，而且但是要冰的。冰的黑咖啡。冰的黑咖啡。了不起。然后他喜欢坐在这儿，看看电视，然后睡着了。但他的电视是没有声音的。对，我想看电视，他怎么看呢？他是没有声音，他有看电视，但没有声音，因为我们把那个声音的那个条线剪掉了。为什么？因为他遥控器乱压，压错了，就声音很大很大很大，然后左邻右舍抗议，然后也他自己听不见，所以说干脆就把声音的那条线剪掉了。所以电视对他就是默片。对，
对啊，对，所以他以前如果看过播新闻的话，基本上只看我的姿态，有可能没有下面有字幕啊，下面有字幕。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啊，你应该早一点来访问他，很可惜。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创作做版画，好，还有画写做书法，还写书法，还有画一些水墨画送人的哈。还有一些就是还画亚克力画都在这儿。你为什么特别提到说送人？他很喜欢送人一张东西吗？不是，他铁雕不好意思，不想送人。版画又非常的稀少。那他送人的话，哦，不应该这么说，应该送人大概都是书法了。好，大概会，比如说他很会刊年。比如说中什么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什么。写对联。而且很快速的就有办法刊年起来。所以那押韵品质很厉害。这个写的是石螭。石螭，对，因为他喜欢石头。陈宁师后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非常喜欢收集石头，并且和石友会的会员成为好朋友。伊讲大件啊，才有气势，啊，所以讲伊拢找我提咧送这细条石头，啊，伊也出门啊吼，拢爱去出一块大粒的。老岁人无啥伴，就是这少年的有个出门的呀吼，吼，大家都安尼订来订去安尼哦，搬登去伊厝啊，安尼伊欢喜，安尼伊欢喜看。啊，伊上主要是安尼啦，伊精神主要寄托拢是伫个创作，啊，就是周围这朋友，周围这朋友。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大家都去捡石头陪他，然后越捡越漂亮，越捡越有心得。他的版画的造型是不是像石头一样？所以他喜欢那个石头是很自然的，他比较不会像人家在玩啊山啊水啊，就是把它当成中国的山水，他不是，他就是比较是那种饱满，就是跟他版画一样饱满自然的龟裂，然后石材石的质感。我曾经带他去小港那边的石头店，然后一般放在石头店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水晶，那个都是卖的，可是他就会看到人家不要的丢在外面的一堆石头，然后他去捡那个石头，问人家的价格。那我知道那个有一个林先生，他就吓到说：“哎，这个怎么会来问价？”他就真的开价，那他也真的买了。所以后来多去了几次，那些废料就居然就放到台面上去了，因为他们就慢慢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价值在哪里。也被有关单位拍卖了，因为石头说不属于作品，所以他的藏史是被拍卖掉了。你说他的这些？他有很多，他非常多，当时非常多是被拍卖掉了，不属于他的作品。对，但是我们认为是属于他的作品，因为是他捡的。那他购买的应该是他看到这个东西一个天，他认为大自然最好的雕刻家。那为什么要把它卖掉了？因为。当时因为遗产的继承的问题，对岸有主张，对岸的他的亲属有主张，所以必须把它卖掉，给换成新台币给对岸的。哇，好可惜哦。对啊，有点可惜。这是他很简单的卧室。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有，这是他的甘蔗大板。那因为楼下实在是找不到地方放了，我们就暂时把它摆在这儿。它是甘蔗板哦。这是已经完成的画吗？还是完成的？它的戴奈100号的大壶作品的版画，它是三连屏的。三连屏的。三连屏的，非常大的。这也是他的亚克力画吗？不是，他的版画也是他的版。这非常早期，非常早期的一件作品。哇。对，这个我们看起来是有点独一无二的。当时他还是用很多线状的东西哈在做，那后来才变成块状的东西。我远看会觉得是 Kooning 的东西。对啊，Kooning 的。远看，对。陈廷师的创作数量惊人，在西方艺术中，雕塑是极为重要的项目，但是在台湾相对的被忽视，尤其是铁雕。这个人，如果国家很抢手，这个人是在国际上有地位的。我不是胡说话，你拿着东西，我们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
这边比比看吧。他尤其用这种所谓作废的一些废材，是不是？他没有作废，他把作废的东西是化龙，这个化龙点睛，是不是？吹口气是顽石点头，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国际那个大师，他是用那个把那个汽车压扁，对，要知道吗？这是相当出名的大师嘛，哦，那还不是废品利用吗？再给他十年，体力够的话，因为他晚年他把中国古代的那个雕梁画栋的残木、断岩这些东西加到铁雕上去了，当厚重的铁雕、生活的怀旧的东西，加上中华文化里面底蕴的木雕彩绘加进去的时候，那个终极就是真的精彩了。很多人说它的价值在这儿，价格在这里。为什么台湾人对它这么样的漠视？因为有时候你那个水没有涨起来，船开不出去的。嗯，就是那个教育，如果你，他都没有到达一个平台，你叫他看远方的山，他看不见啊。所以要有一些学养，要有一些视觉的美育的教养，然后要有经验上的自觉的反省。那这些不是说那么容易。我记得那时候展览完一件都没卖，我们没有卖，我们要安慰他的时候，我们大家说，哦，老师没关系，我们下一次怎样怎样，都写个安慰他。哎，结果他不在意，他说反正人家看不懂没关系，他这么写，反正台湾人看不懂没关系，有一天世界美术史会写上我。陈宁师，他的艺术在孤寂中展现了强而有力的生命，但在民国91年，他躯体的生命走到尽头。他瞑目前犹不知道，他已经被西方艺术界载入了艺术史中了。因为我看他被绑在那个加护病房，因为他没办法沟通嘛，然后那护士就把他五花大绑绑在那个床上，然后我看到这么活泼的人怎么变成这样子？当时我陪他去照胃镜，哇，那个管子也不管他，也没有麻醉，就一直通一直通，哇，我压着他的手，我就我自己都看着都难过，嘿，那么活泼的一个人。然后我记得那一个晚上，我握着他的手，我跟他说：“老师，你就放心的走吧，接下来事情我们会帮你做好。”这样子。那第二天凌晨3点他就走了，而且到我家通知我。到我家通知我说我要走了，小子，你要继续帮我做好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到你家通知你？老师哈，因为他听不见声音，对，所以基本上到他家压前面的电铃，他楼下3楼有个灯就会闪一闪一闪一闪，当一闪一闪的时候，就代表说有客人来了，他就会下楼开门。然后当天3点多的时候，我家的灯突然冷气的灯突然就会一闪一闪一闪。然后我醒过来，我被那个灯醒过来，不是被吵醒哦。然后我跟我太太说：“老师走了。”真的，第二天早上就走了。陈宁师他的书法、他的篆刻、他的油画、他的铁雕、他的版画，无一不通，都十分的精绝。他受到国际上高度的肯定。不过，陈宁师在台湾呢？好像从来没有获得任何官方奖项的肯定。其实陈宁师他早年刚到台湾没多久的时候，差点被抓去枪毙。待会呢，我们将告诉您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他走过了228的凶险，但他这一辈子好像没有走出白色恐怖的阴影。陈宁师在台湾孑然一身，不过待会我们要告诉您，陈宁师其实呢，他曾经有短暂的婚姻，不过这是他这一辈子都不想提起的伤口。别走开，我马上回来。
陈定师生前就希望有个基金会，有个纪念馆，想了17年，好友奔走了16年多，终于快圆梦了。这里是台中市太平的买烟厂，新建于民国44年，闲置多年后，台中市政府终于决定拨出空间成立陈廷师纪念馆。历经了许多的波折，不过看起来呢，陈廷师的纪念馆呢，应该渴望在107年的7月份正式的成立了。除了历经波折之外呢，其实我们看一看呢，陈廷师他这一生的发展，我们也必须说呢，陈廷师的人生的故事呢，其实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啊。谈到了戏剧呢，今天节目我们不妨带您去看看一部电影。哎，你上本色应该是真的嘛？还阁会记得啦吼？耳仔无啥听咧。本色，我介绍者，林上，幸会啊！我是神派，应该把咱电来讲咧。听迄种个讲起，登山来计价，好计价。这是民国78年由侯孝贤所导演的《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当中呢，饰演林文清的那个主角梁朝伟，他的聋哑的原型就是取自于陈廷师。有些人呢，在谈论228事件时，错误的把它简化成是所谓的外省人欺压本省人。陈廷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陈廷师是一个外省人，他当时刚到台湾没多久，他强烈的批评时政，也差点使他自己成为枪下冤魂。1945年底，陈廷师来到刚刚光复的台湾，他在《和平日报》台中分社担任美术编辑。著名的台湾文人杨奎曾是陈廷师短暂的同事，两人也因此成为好朋友。陈廷师经常刊登讽刺批评时政的漫画，在陈廷师主编的版面还有黄荣灿的漫画和文章。这是黄荣灿的木刻《恐怖的检查》。1947年，228事件爆发，《和平日报》被查封，陈廷师躲避查缉而回到了福州。1948年，他应邀再度到台湾为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画画，然后他留下来担任了图书馆的馆员。在风声鹤唳的1951年，本省籍的杨奎被关进了绿岛。第二年，生于四川重庆的黄荣灿被枪决。平常要跟他沟通，必须用笔谈嘛，对不对？对，笔谈。所以谈一件事情，那就花很长的时间了。对，就是常常就是写完。然后他也很好玩，写的比较敏感的，他就要你写完以后，大家彼此看完，要把它撕掉，然后揉掉，在他面前哦。他要求，因为他有经过白色恐怖的那一段，所以就是228后遗症，有一点。他自己会吃？我自己先吃。你是主动？我自己先吃，然后他以后我们都有默契啊，讲完了就都吃掉了。这是228后遗症之一吗？我宁可说他希望哈留下个人的隐私，因为是这样。我刚才说陈廷师的眼光心胸都很大，这个眼光大、心胸大、眼光圆哈的缺点就是，对于那些小头小眼睛的，都会看不上眼，所以他会批评，他会批评，他蛮会批评，啊，这个怎么画那么烂啊？这个怎么样啊？怎么样啊？这样，啊，这个是他个人语言嘛，个人语言，我看完了我就撕掉。他在台中的时候，跟杨奎一直编报纸啊，他是当那个画的副刊的编辑啊。杨奎被抓去了啊，他不怕吗？所以我觉得他的寂寞里面哈，大概也多少也有这种恐怖在里面。但是为什么他没事？我认为其实耳朵听不见是帮助他很多忙。陈廷师先生在世的时候有跟你说过他内心很孤独吗？他不会说。我从莎士比亚
从很多世界级的大师，包括音乐家、文学家、诗人里面，我慢慢体会，真正懂艺术的人，他一定也懂寂寞，因为艺术创作是非常孤独的。两个人在旁边，你的创作只有一半。三个人只有三分之一，你要全百分之百集中创作能量，只有你一个人。听不到声音，让陈廷师得以专注，所以他的艺术创作力惊人。但我想，他对家庭的天伦之乐有无法言喻的渴望，这种内心深处的渴求，在一次大陆返乡行迸发了，却再一次的为他的生命留下了伤痕。陈廷师喜欢的女孩子是白白净净的，哦，富富太太的，气质很好的女孩子。结果他表面介绍了他的朋友，他长得就是这个样子，白白净净、富富太太的这样。哎，他就陪他们，他们两个就陪他到敦煌去。回来以后，哎，他们两个就结婚了，这样，在大陆有登记，但是在台湾没有登记，所以他们回来来台湾住了一个月，就回去了。这个住了一个月，其实还可以再延一个月，女的没有延。这个我们大概可想而知，就是说，我嫁到台湾要图个这个富贵富足，但是嫁给一个家里都是破铜烂铁，还有那个版画啊，这个七穷八白又听不见的，我好像没有改善了，所以很失望回去了。但是其实陈廷师是很够意思的，他每一次去大陆，我记得都是跟廖淑昌借10万块，他的家买下来也是陈廷师付的钱，所以陈廷师其实是非常照顾他家里，哦。在陈廷师过世2年后，钟俊雄在旧书摊买到了一本法国学者所出版的20世纪艺术史的书籍。他翻着翻着，居然看到了陈廷师在于其中。原来陈廷师在生前就已经获得了外国学者在艺术史上的肯定。所以陈廷师是名实不相符，实过于名，太可惜。工人们正为陈廷师纪念馆的工程忙碌着。台湾这块土壤让陈廷师孕育，也发展了他的艺术才华。我一直在想，为何陈廷师无法被大众所熟悉？台湾的艺术市场为何忽略了陈廷师？在了解陈廷师的纪念馆为何要设立的这10多年来四处碰壁的原因时，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答案：台湾人虽然很可爱，但台湾的美学文化土壤是极其浅薄的。历届的政府他就一直也努力，但是总是会碰到很多的外在的压力。那台中市其实台中市的闲置空间也是有啊，但是因为常常为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开公听会或协调会的时候，那有些里民他认为这个邻里之间哈，里长啦或者邻长都要求说我要个社区活动中心，哦，卡拉 OK 用，对对对，或者跳赌瓮还怎么样，哎呀，然后就每次那个闲置空间就被人家争取走了，就是蛮遗憾的啦，好，那我们也争取了10几年，好，那一直到现在这个太平满烟厂才终于拍板定案，说给一大部分的区域给陈廷师做成他的纪念馆、美术馆这样子。那市长知道陈廷师是谁吗？这个也很好玩哦。市长夫人可能知道，因为他是哦。那可是市长那一天，我记得那一天在开会的时候啊，开始也是有这样子要做里民活动中心的声音出来了。对，真的是有这样声音出来了。结果那天市长突然讲，我记得市长讲说，他用台语讲，他说
我昨暝有 Google， 哦，陈廷师是加大咖的，嗯哼，哦，他有 Google 了一下，说陈廷师是很大咖，很重要的哈。当然，他就笑笑的跟林里长说，哎，啊，各位林长林长啊。后盖吼，咱阁来找一个阁适当的所在吼，来做恁的活动中心。嗯，啊，这个麻烦大家先留我陈廷师。嗯，哦，我就哇，那时候听完了以后，心就底定了。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一定会同意，陈廷师他生活在无声的世界，不过他用心用力做出了杰出的掷地有声的作品。陈廷师也证明了个人的生命有限，但艺术的生命是无限的。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除了向陈廷师致敬之外，也要告诉所有正在努力艺术创作的朋友们，你们是不会孤单的。我是戴中仁，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国宝档案，我们下次再会。